小，装我都坐腻了。哎，别对着我，不礼貌。小鱿鱼，真香！这是焦香脆骨，地道湖南香辣口味，还有淡淡的孜然香，非常好吃。都是好的，干杯！王小水，你有意见没有？媳妇儿，你再多说我的理都屈服。失去理智。哎，有这个东西又不好吃，没得肉。你想想，我的手机会比你差吗？杀！老刘跑了！今天这个局势应该我来，你不懂，应该让我来。这个刚拉的，你不是输的就是细的；这个刚挂的，刚抓的，哎，随便选一个。不就吃你个虾吗？多大点事情？这刚拉的应该是热腾腾的。咦，口味这么重？我就知道是拉面。这个刚抓的应该还可以。走了，我给我。确实刚抓的。吓死爸爸！现在什么师傅？闭嘴！今天这个操作我很满意。
吃洋葱啊，让我有点心痛。你再说，信不信我把你嘴巴焊起来？看什么看？我先去。啊！嫂子发了吧？真是香，又没人啰嗦。大哥，阿芝，我忘了。我先选，你们谁有意见？老莫，给我搞条鱼来吃。香头，鱼子酱你吃过吗？大海的味道，我知道。乡里边不懂农村货，这个我刘总管怎么吃？老莫，那个鱼不吃了，下次吃。林哥哥，大鱼，这个一条鱼，三条鱼，四条鱼，四条鱼都不行，我服了你了，言之有理。妈的，我的言行，我服了。不关我事啊。我想都不用想，选三条鱼。双击，你怪谁呀？鸭哥子，我的。我来摸一下。你摸了我不要。经常不是你摸过的。一直都赢也挺无聊。你也是啊，快回去。选择走，迟走啊，必须走。你敢信老子？他当然我说了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身为你的爸爸，打你是为你好。你爸爸我不想吃。
吃呢，你吃不吃？狠起来，连自家儿子都坑。脆骨还是带肉边的，吃起来也特别的香。
哎呀，这海鲜分量太小了。我先生，我就要你这个。我就知道。那我选这个，你敢不敢把这个让给我？那好啊。我是大哥，我先选。哎，你还想有什么想法是吧？下个毛！